一般人呢很容易分得清圆形和方形，但是看了下面这段视频，您或许会有点疑惑了，因为同样的一件物品，用肉眼看和从镜子看形状完全不一样，是幻觉吗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2016年最佳光学错觉奖的获奖作品。这段视频是由日本一位工程师上传上网的，视频中这个柱形结构物体的截面呈方形，而透过镜面看，截面竟然变成了圆形。把物体旋转180度，看看情况恰好发生了反转，物体本身的截面成了圆形，而镜子里的截面成了方形。其实这不过是工程师玩的一个小把戏，物体在旋转的时候，您或许发现了一些端倪。原来这些柱形结构的上下截面其实都不是平的，来看看这张单个柱形结构图就明白了。从截面凹进去的一边看，物体看起来像是一个完整的圆形，而从截面凸起的一边看，则更容易看到一个方形。这样肉眼看上去的物体形状和从镜面看上去当然完全不同了。科学家称，外部的世界是三维的，而投射到人类的视网膜上的是平面的图像，之后大脑通过视觉信号中的线索来还原三维世界的样子。但是对于某种特殊的图形，在客观因素干扰下或者自身心理因素的支配下，人们会对图形产生与客观事实不符的错觉，因此也产生了很多有趣的视错觉作品。而日本这位工程师凭借这件作品拿到了2016年最佳光学错觉作品奖。